那个这些草药都是干嘛用的？在干卖。能卖多少钱？一盆一斤卖4块钱。一斤才卖4块钱。你摘完这一筐就赔了？起码要2筐吧。2筐？你平时是2筐。哦。那么辛苦。 才2株呀，找不到，这怎么找不到呀？枯燥，好无聊，我每天都是这个，没有任何意义。我想干嘛，想干嘛就干嘛，我现在可以跑吗？ 就物什么样子，太无聊了，而且很难找。好的，你摘的有点慢，就是多的地方一大把一大把的摘。哇，真的，少的时候你再一粒一粒的摘。走，摘。累，很累，非常累。这样说的话，怎么感觉？ 这一箱监狱啊！三个都还没满。满了不是？满了。来，上课让我检查你检查你的果糖。没满，我看。哇！平时我们就这样的。哇，谢谢。这样算满了。 你满了吗？满了。我那怎么办？好吧，不满也得走了。送我背着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我可以的。奶奶，奶奶就是你城里的孩子，有点不习惯。我是有点不习惯，但很快我就可以不用不习惯了。